是陈医师的同学蔡文瑞医师送的，不过他这里写一个是支持花莲三地的教友，因为蔡文瑞医师他是基督教哈，我记得伯父刚那个离开的时候，追思会才知道他是，所以这应该是来自于花莲三地的哈。哎，我来切帮小姐切一颗，切这个小的，切几指应该是这样切嘛？哦，我们小时候这个其实可以再去命，你有没有试过这个用命的吗？不知道吧。皮可以吃。哦，不过这个水果刀看起来是。不讲真来，哎，小时候我们就这样切。我们小时候中秋节就吃月饼跟你，跟那个，这里什么？少切一个。我们小时候没有说什么烤肉，奇怪，不知道曾几何时，台湾流行烤肉，1、2、3、4，好。我是一点点，其他的给我们小姐吃哈。其他的，因为要拿一些回去给我岳母她拜陈爸爸。这样子很豪迈的把它剥开。我手有洗过哈，我哎呦，感觉上大大不公。很 OK， 不过人家送的哈，我刚才要把名字讲出来，这个不拿起来吃哦，会看我一把抓。紧张 ，OK，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。年年有用，用是什么？年年有用，又是一年过去了，祝大家中秋节快乐。